大家好，我是吴镇宇。哦，大哥来了，我看后面是谁呀？你怎么感觉刚睡醒呢？这么睡觉了？我是张小龙，今年47岁。请开启你们的追光物品。为什么吴镇宇没有玻璃柜啊？那镇宇哥为什么没有？这我特好奇，这吴镇宇老师这是进来之后他就自己就站这儿了吗？就我看你那什么，厉害吧？哇，行不行？就是这个呀。这也太厉害了。对呀，这不能给别人看吧？对呀。不拿出来了，我觉得没有拿出来吗？这太沉了吧。这使用说明书。吴镇宇就是吴镇宇啊，这个真是太狠了。就因为啊，我们来到这个追光吧，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，空掉以往的。哇，1982镇宇出道那年。哇，哎呦，1982年，1982年，我10岁啊。八二年有你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看都没有。好，走吧。哎，你不站在上面来一个？好帅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没你失格、啊。很帅呀、啊。我出道了，快40年了吧？82年刚考训练班嘛，那个时候是黑白分明的，只言刘备不言曹操的时代。尤其是我们饰演反派起家的人，就没有人会欣赏这样的。如果这次我成功，我们倪家以后就能抬起头来做人。因为我一直坚持的东西跟别人坚持的不一样，没想到我都有这一天变成个长辈。世界变得太快了，希望来学一点新的东西。就人的生命不应该困着在自己，就世界一直往外向前。我不是怎么讲，我真的想这样疯一下，疯一把，去跳那些就是那种，看看自己能笨到怎么多蠢、啊。哎，hello，哎，你好，哇，忽然一下隆重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就大家会走。瞬间都会 get 到那个点，戎马一生的感觉，就是人都闪着光啊！见到你，大哥你好，好，那我，你好，哎，振宇哥，影迷加一，你好，好了，杨和苏，你好，对，你好，来，我们一鞠躬，振宇哥，哎，你好，怎么，哎，漂亮，各位老师，老曹。